但就是那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实力可以执行这场比赛的感觉，感觉起来一开始就希望一脚步马上打到底面。现在在地面上面做这个地板的一个重击，但是蒋洁云马上站了起来。蒋洁玉这几拳打得吴金如必须要退后，但是还是一样，两个互不相让。继续拼，刚刚好像两个人就是挥拳雷打，看谁打得远了。大家喜欢看这种就是刺激啊，大拳这样来往，看谁能够。没错，唯一开始打，没错，被这卡车扫过一点点都很痛啊！现在吴金如挨了好几记重拳，现在有点抱头退后，然后这一拳现在吴金如被打。接下来是武将团队的江杰。